你好，小迪。来啦。关闭遮阳帘。好的，遮阳帘关闭了。你好，小迪。我在。返回桌面，没打问开音题。乐。好的。今天上证指数多少？上证指数，股票代码00001，当前股价是2988.87，涨额今零天点比亚五迪一，涨了吗？涨幅0%。比亚迪，股票代码00254，当前股价是181.29，跌额1.70。跌幅0.93。退出。好的，下次见。你好，小迪。Hello，返回桌面。没问题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佛山市，2024年2月23日，阴，当前温度9摄氏度，最高温度13摄氏度，最低温度8摄氏度，空气质量为优质，给空我调找一最级。近的洗手有间。风，小迪帮你找到如下地点，你要选择第几个？给我找最近的加油站。小迪帮你找到如下地点，你要选择第几个？第一个。准备出发，全程500米，大约需要3分钟。前方掉头。退下。收到。你好，小迪。来啦，给你取个新名字，叫你好笛子。小迪捕获一个新名字啦，喜欢主人叫我你好笛子。你好，笛子。在呢，明天会下雨吗？没有雨，佛山市明天全天多云，气温10至14摄氏度，和今。你好，笛子。在呢，打开座椅通风。座椅通风已开启。关闭座椅通风。座椅通风已关闭。打开副驾座椅通风。副驾座椅通风已开启。关闭副驾座椅通风。副驾座椅通风已关闭。你好，笛子，我太热 Hello，了。
好的，空调已打开。你好，笛子。我在。我饿了。小迪帮你找到如下地点。你好，笛子。在呢。今天油价多少钱？今天广东的油价如下：98号汽油为10.50。是谁在摇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声出心旁。